哥大挑战第一期，牛仔全局不使用鞭子。千冠闪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一轮哥，我是你们大脑二哥呀。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，大脑哥开始接受你们说的各种奇葩挑战了呀。这次呢，是有一位小可爱留言说的，使用牛仔全过程中不允许用鞭子呀。我的天，不用鞭子，那我和律师有什么区别啊？关键呢，是这开局招鬼了呀！哎呀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忍住，忍住，大男孩，一定不能使用技能呀！哇，这也太不容易了吧。嗯，活生生呢被追了一整局啊。哎，我觉得这红迪应该也郁闷啊，这牛仔咋不使用技能呢？哎呀，怕不是个洒脱户。最后呢还标准结局了呀。哎呀，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次呢还想看哪个做什么挑战呢，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，评论点赞最高的我们就应战。呵呵，先说一下，不要太过分哦。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、转发、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，拜拜。